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句话总对了吧？有没有这种状况，你自己不要的，你还是加注在别人身上？你曾经捐过发票给别人过的，请举手。那个可以兑奖的呢？你曾经捐过零钱给别人过的，请举手。你怎么那么棒？那个可以投饮料的呢？你曾经捐过旧衣回收、资源回收给那些回收阿上的，请举手。你好环保，那个可以换钱的呢？自己不要的怎么可以给别人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！你自己不要的保证品怎么可以给别人？你自己不要发票怎么给别人？哎，这个时候有些人会这样想：哎，老师都不一样啊，不是我不要，是我觉得他更需要，这就对了。你如果每个人自己不要都不给别人，刚刚那三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嘛。所以你会给，是因为你觉得我不要，你需要，或者是你比我更需要。所以如果自己不要都不给别人，那就糟了。